改的，他那个阿豪来移的。你今天病，我的兄弟啊，你今天是圣灵降临的这个时，又还能不对着你老路的路的，我何完一届到你面前来反省、来认罪，我做这做不到的。我要在这恳求父上帝，你予我有智慧，通来接受你的律例，用欢喜的心，而且来行伫世间，予人因为看到我的行踏，通认捌父上帝你对我的疼，对我的扶持。但我直接通过这个你的律例，你的教示，予我来当听条，但是愿我也要摆在伫。圣灵降临前的时，我们向应愿意来拜的的求讨。伫阮教会兄弟姊妹，我也有侪侪艰难的事、艰苦病痛。阮有英宗兄，啊，甲秀辉姐，啊，福辉兄，顶也阁有娇英姐、辉英、英美姐、秀玉姐、英雪姐、英良兄、叶明兄。啊，林碧姐，啊，甲彭丽姐，啊，春蕊姐，啊，韩贤光，啊，于婷，咱有侪侪只个病痛艰苦，搁伫心灵感恩节，我每个一届，谦卑伫你面前向你求落，你个怜悯，你亲自通过医疗来医治因个肉体，因个心灵，但愿教会又愿我老记忆。伫青少年、伫寒假、伫暑假的时间，我也有社青团体，我有关有侪侪相连有力的侪侪工作，我拢要伫遮摆咧求讨，我也要求讨，白上第二个教阮教会牧师三个弟弟，可以伫遮所服侍的，要食到胖的侪献予你。但阮即时恭敬将这个事所祈求、所感谢的，拢摆咧伫你面前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